个2020年1月11日啊，就是我们的总统大选的日子。是。今年之所以这么热闹跟精彩，就是总统大选。但问一下施成哥，这次总统大选跟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？非常不一样，好像更热闹，非常不一样。现在没有人知道最后大选的结果会长什么样子，是吗？对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来。这个各位经常电视上看到这玩意儿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叫国旗，上面你看，我特别找张胜正签名啊。那这个人的创始者姓钱，叫钱山宁。他当年不是什么创始者？这件衣服，他其实所有市面上的国旗衣，他设计都是他原始的设计。哦，可是因为国旗衣因为不能够申请专利，哦，所以大家都依照他的这样的 prototype 这种原型啊，去设计到其他的国旗衣，哦，包括他这种所谓的这种山谷造型什么，他都是有意义的，我们就先不讲了。哦，因为我们的所谓的民调已经盖牌了嘛，嗯，所以明年到底1月11日会发生什么情况真的很难讲，你知道吗？有各种揣测，有的人认为说，哎呀，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啦，你们要有人要布局比赛之后，就是明年1月11日以后的状况。有人说谁说的？谁说的？所以，因为前一阵子有这种所谓的拥韩反韩的大游行嘛，是礼拜六刚举行。我跟你讲，不管哪一个阵营，其实我觉得都很焦虑。所以有的阵营之前他会提出来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以为现在民调赢很多啊，这个韩粉啊投票率90%+啊，我们如果60%+40%+，我们会输掉啊等等。”所以大家都在投票，啊，我觉得是鬼扯淡。为什么？不是所有投给韩阵营这个国民党的都是韩粉，对，因为投票率这种不能这样算。但是我知道说今年的选战真的是非常不一样。民调提前盖牌，在法定时间的很早前就提前盖牌了，已经没有人相信民调了。然后再来结果就是，到底选举会怎么推算最后的结果？我跟你讲，没有人敢预估，没有人敢预估，全部都是实境秀。实境秀，我跟你讲，现在你知道吗？而且这次的选战瞬息万变，任何一个消息、任何一个变化、任何一个状况，绝对不会比2000年那个新票案更不刺激。这次会更刺激，所以大家到底你知道，选战到最后1月10日之前都还有变数。今年哦，真的很焦虑，选战是浮动的。很多朋友想说，哎呦，1111那一天是不是投完票大家来聚餐吃饭？真的啦，问题是刚起来了，天，一饭吃不下去，哎呀，很焦虑，对不对？哦，急死了！光是现在都吃不下去了，焦虑啊！大家都要爆，不是，就是被那个政治氛围影响，真的是是是。来这边问一下盛梅，你觉得这次大选有哪些社会现象跟以往是不一样的？对。我觉得今年的选举某种程度也是嘉年华，因为真的太崩了，选情太崩了。对，你看哦，除了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时代力量，今年还有什么民众党，还有妙天的一个国会，对不对？国会政党联盟，对不对？国会政党联盟啦，哈。所以小党真的蛮多，还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宋楚瑜。他的亲民党，所以其实大小党很多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选举其实很有趣，也会变成嘉年华，蛮有趣。那第二件事情我要讲就颜色，颜色，我就不拿照片了，因为我们这个不是那个讲政论，然后我们这有趣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慢慢的台湾的选举竟然有主题色，过去只要提到民进党什么色。民进党绿色，绿色，但是民进党的绿色是什么绿？绿有分很多种，它是这一段时间哦，有一些民进党的这些民意代表上节目，他会穿这个颜色的秋香绿了，这个颜色的空军那个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小夹克？空军夹克，飞行夹克。但是这不是它主色调，其实民进党的颜色不是这个绿，是有一种加了有点蓝色的绿，有没有？大家会觉得有点民进党的绿是比较草绿一点，这个。我没有把照片拿出来，这个免得变成助选了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全党哦，只要是蔡英文出现的场合，他一字排开都这个颜色。我的看法是，颜色有时候主运气。其实蔡英文在今年年初，你倒回去看，他的民调是很低很低的哦，当时根本没有办法跟韩国瑜相提并论。当然反送中也是一个关键，可是当他整个党站出来都是那个颜色，我认为整个气势有逆转的那个概念，会整个翻转。颜色真的很重要。各位记不记得去年韩国瑜的主色调是什么？蓝色衬衫，他永远穿的，而且他把袖子卷起来。他老婆帮他买了十几件同样的。但是今年他主色是什么？白色，白色。
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白色？我觉得有高人指点。当然我们看到国民党都是穿 H 那个空军夹克啊，那是深蓝色。可是他个人，你会发现他站在一些主要场合，他都是白色，连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伙伴，就是张善政副总统候选人。有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白色，尤其是他遇到一些可能就是有一些什么案子一直被攻击的时候，他一站出来都是白色，可是那个白色也许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高人指点，我觉得有时候颜色对候选人来说，有时候会有加分的效果，这是颜色。那当然第三个大家就知道，今年刚刚宪哥说大家都说赚大钱，对不对？天哪，我觉得是那个国税局要不要去查一下网红啊？真的，我也讲。你们那一场都是交税的吗？网红，他怎么交税？没有，网红有公司，有在查，有在查。对，他现在才开始在查。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税单位是很厉害，网红也要交税的，他是有公司，而且大型的网红每一场那个费用很惊人。我有不同意见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年纪跟我差不多。我们不能靠网红治国啊！网红对，就是撩一下，或在上面讲一些天马行空的事情，可是那都没有牛肉啊！你过度的把费用都花在这上面，啊，你要表现的什么？就是让年轻人很开心，就这样而已啊！可是我觉得政美诚意太高了，现在只要有票就行了，票来了就行了。但是话讲回来啊，不管怎么吵、怎么闹、有多热闹，哎呀，这个烟消味多强！但是刚刚办完的挺韩啊、反韩的大游行。我觉得真的很棒，几十万人隔得这么近，都没事，都没事，没有冲突，整个就是一个嘉年华，真的哇，我们真的是给自己拍拍手，对呀、啊，真的真的。